之前那把伞好像被我弄丢了，我用这把陪你行不行？去旁边坐着。没事，我不热。去吧。那要不我把伞借你打着，这中午太阳实在太晒了。我拿着它没办法工作。我给你打着，然后你在旁边工作，我陪着你。听话去吧，我待会忙完过去找你。那我去了。愣着干嘛？热傻了？没有。走吧。哎，你今天工作做完了？这边花圃都要弄，今天可弄不完。那你怎么办？明天早点过来继续弄。今天天气那么热，我看你快中暑。我没事的。那你明天什么时候过来？要不我过来陪你。那么闲，不用教课？要教课啊，我的工作呢就是画画。我现在发现这地方真好看，有花有草，有白色房子，还有海。到时候我就带学生过来写生，刚好也可以把课上。随便。我看你在这里太辛苦了，你做这个累不累？习惯了，就是打个零工。我们画室最近要招模特，你要不要过来做？工资日结，一小时50。没做过。不用做过，这不需要有什么经验，你只要坐那里让他们画就行了。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模特吗？对啊。那为什么直接画你就好？当模特是没有门槛，但是要当优质模特是有门槛的。你看我长得平平无奇，学生也提不起兴趣，但是你就不一样啦，你的五官比较立体，他们画出来呢视觉上也更有冲击力，画帅哥也能让大家开心，他们也会对画画更有兴趣嘛。还是算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那个画室环境可好了，有空调，有水果，有零食，有奶茶的，你过去绝对不会累。而且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好心，也没有什么私心，就是看你干这个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。唉，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不行我就再去找找了。唉，你这个点了，明天就上课了。
怎么办呢？行吧，要不然留个电话，明天你联系我。明天见。Take me back to your side.